所以谁想要争宠，谁就有可能会对你出手。不对，我猜他们只是想安稳度日而已。你不能靠猜，你得确认。行，那我就来一次真心换真心。怎么换？你要把我送给你的东西送给别人是吗？你送给我了，那就是我的了呀。干嘛？吓唬呀？我才不怕你呢！哼！我是堂堂王妃。我给你买的礼物就这么随随便便就送人了，以后还给不给你买呀？送了你再给我买呗。而且我这也是为了任务好啊。你管我怎么用啊！